秒台油管配站就用西部时间 WWW Spur Road。 常规赛收官战，雄鹿 VS 骑士，雄鹿字母哥米德尔顿和波蒂斯等主力轮休，霍勒迪却首发出战，咋回事？霍勒迪目前的合同是4年1.6亿美元，本赛季包含 30.6 万美元的出勤奖金，出战67场常规赛即可拿到。此前他已经打了66场，接下来就发生了让人啼笑皆非的一幕。首发出场的霍勒迪在跳球后主动犯规，他的上场时间停留在8秒，死球后被换下场。本赛季的出场数来到67场 ,30.6 万美元奖金到手。实际上霍勒迪开场5秒就犯规了，技术台没反应过来又走了3秒。短短5秒赚了30来万，谁不羡慕呢？詹姆斯转发该视频并写道，钱到手。鼓掌的表情，像霍勒迪这样象征性出场的本赛季还有一次，让大家印象深刻。克莱时隔941天复出首秀，格林跳球后7秒犯规下场。那场勇士的对手也是骑士 ,2019-20 赛季钱德勒帕森斯的薪水高达2510万美元。但他只打了5场比赛，一共出战54分钟。这样算下来，帕森斯上场1分钟可以拿到 46.5 万美元。作为对比，小托马斯在湖人的10天合同一共只拿到了 13.5 万美元。人比人气死人，2021年4月，霍勒迪和雄鹿4年1.6亿美元提前续约。